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睇 BC Game Channel。大家看完呢个精彩的开头片段，就将足球小将2018年的版本的其中某一啲片段就 cut 咗出嚟啦。咁啊，今日就同大家介绍呢一个新的足球小将游戏《足球小将 Zero》啊，《Kimelu Miracle Sudo》系啦。咁就我就翻译咗啦，《足球小将零决定啦，奇迹射球》啊。系啦，咁啊，睇下迟啲会唔会多啲唔同嘅版本嘅译名啦吓，咁啊，呢个我暂定啦吓。咁啦，咁啊，继续玩呢个游戏啦。咁啊，依家我啱新开始呢个游戏啦，咁啊，乜都未开始嘅。咁啊，古仔方面我就唔睇啦，我 skip 啦。咁啊，嚟呢个开头嘅介绍啦。咁啊，跟住之后另外就进行应该一啲嘅手抽啦。咁啊，睇下佢呢個介紹點樣玩法先啊！輕輕之前都睇過有少少啲介紹啦。咁呢個 game 俾我感覺少少似嗰啲類似球會嗰啲方式咁樣啊，即係你又唔使控制啲球員嘅啫，即係喺重要嘅時刻入邊咧，error， 再嚟個，即係喺重要嘅時刻撳啲指令，等啲球員去射波咁就得噶啦。感覺上好簡單咁啊，唔知依種嘅遊戲會唔會吸引到大家啦？咁啊，但係都試試睇下點玩先。咦？定係教我好啲嘅咧？唔好用 WiFi 啦，直接用我自己嘅手機 Internet。希望佢會少啲斷線。好啦，啊，大家睇到呢啲有啲相啦。先打格先 ，download 紧 ，loading 紧，系啦，咁啊，啱啱开始啊，乜都未玩嘅，咁啊，依家就跟住佢个介绍去玩啦。好，咁啊 ，kick off 啦。好，咁啊，祖苗同学就同我讲啦。咁啊，呢啲唔睇啦。咁啊，基本上有十项嘢要做，即系个简介，即系初头。要玩十样嘢，咁啊，轻轻跟住嚟玩啦。好嗱，基本上佢依家系自动自己踢紧啲波嘅，啊，我唔需要揿掣嘅。咁我就等侧边个 combo 嗰度可以揿掣，就可以输入指令叫佢哋出绝招啊，即系之类嘅嘢啦。咁啊，既然系咁啊，速度较快啦，二成啦，一成好慢啊。好啦，跟住佢有 match up 嘅，咁睇下边边能力值高啦，能力值高咧就可以铲到佢啦。好啦，咁啊佢都讲啦，普通阶段佢有侧边有个 miracle shoot 奇迹射门嘅掣嘅，咁啊隔篱呢度有就揿落去就发动噶啦，咁啊有 skill， 好嗱 keep value， 好 match up。佢嗰個側邊咧有一二三四五 combo 啊，咁 minimum 咧最少都要有三先至可以撳嘅。咁當然啦，你做個 combo 越多咧，咁你就攻擊力就越強，咁就越容易入波噶啦。咁啊，當然啦，你要去到五嘅話，需要嘅時間就會特別長嘅。嗱，佢呢度都有講過啦，射門嘅威力會向上，即係你最大五回嘅連攜，咁啊跟住之後佢就會勁啲嘅。每個人都有唔同嘅 skill， 如果 skill 越勁嘅，咁就會越好咯。系啦，即系每个人都有，你可以装备啲技能卡吓 ，skill 卡系啦。好，跟住之后进入下一个步骤就系选手特训啦，即系其实将佢哋升呢，系啦。好，咁首先咧就做个手抽先。
首抽咧，印象中应该都好难抽到三星啊，不过抽我中意个角色就算啦。我唔要高登吴啊，我要换个第二个。首抽咧可以刷到你中意为止。好，今次又边个咧？咦，新奇喎，但系我唔中意。再嚟。到边个？咦，又系你？高三，嗯，啊，重山，唔要重山喎。我比较想要，譬如如果抽到小智强都 OK， 二星嘅小智强，或者最好有林元三啦，啊，即系龙门嘅，起码个龙门劲啲，唔会俾人唔容易入到波啊。哇！你估要拆几多？诶，有小智强喎，啊，咁我就要你啦，二星小智强。咦，盘球技嚟噶，好就要你啦，小智强，二星都好啊。啊，呢、这个 game 咧，其实基本上咧就跟动画联动嘅，佢类似系，即系总之依家动画啊就将成个小学篇做完啦，咁佢就即刻出个 game 啦。咁因为我觉得佢呢个 game 咧都系讲到小学篇完咗嘅啫，系啦。咁跟住之后就要睇下佢点样出人啊，去玩啊其他嘢啦。啊，大致上我仲未知道系点嘅，我都系啱啱先开始。好，有彩波同埋有彩经验值，咁可以令到升 level。好啦，跟住下一步做乜嘢？好，选手强化嘅方法。好，强化同得分同埋进化，即系佢话选手有三种方式令到佢劲啲嘅，就有强化、得分同进化嘅。咁啊，首先佢又用强化嚟讲啦。咁隔篱 menu 选手，好啦。咁啊，佢就利用即不杀 con 系啦，选手最大 level player level， 哦，即系选手嘅 level 同埋个 player 嘅 level 系成正比嘅，系啦。如果长压就直接升 level 啦，佢叫我长揿嘅，都系升咗一个 level 啫，咁唔好理佢啦。系啦，咁因为依家我 level 三啦，所以佢哋只可以去到 level 三嘅啫。即如果我升一个 level 咧，迟啲有成堆选手咧就有排升 level 啦，又系好。第二种方法啦，好技能装备，好啦，咁选手特训 rank 上，咁就可以好 support 装个 support 专用 item， 咁有大智慧呢个装备。咁就可以令到佢能力上升啦，有技能卡同埋 support 嘅卡，嗯，两款。咁啊都睇到啦，可能升多啲 level 咧就可以开多格啦。好，跟住之后就做咩咧？好，跟住说明就搞掂咗啦。咁啊去下一步骤就再继续估计啦 ，scenario。好，继续挑战状，都是一样啦。古仔我都系唔睇噶啦，如果真系有需要睇，我真系宁愿睇翻动画吓。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新2018年嗰套动画呢？好，送咗50个彩波啊！好，到下一步啦，下一步系咩呢？第六 part 啦，卡嘅强化。好啦，卡都可以强化嘅，咁啊又去睇一睇啦。卡度好进化，一开手讲进化先。好，进化应该都系同好多其他 game 都一样啦，将同一张卡合埋一齐，再俾钱啊，咁就可以进化啦。即系原本由20 level 变做30 level 咯，可以去到。咁就变咗三星啦。
咁啊，最高就可以去到五星嘅，但系系咪张张卡都得嘅咧？定系都要系去啲劲啲嘅卡先至得咧？好，卡强化完，进化完之后应该去强化啦。好，强化啦。好，又系 support 拣大只系呢一张。咁啊，拣其他嘅素材卡。即要吃其他的素材卡去進化，咦？好，三張。哇，咁就吃了了。哦，skip。咁啊，吃完之後升到 level 幾啊？咦，得 level 9啫噃。好，跟住之後再去試合，再嚟比賽啦。咦，上面都見到喎，有 normal 黑同 heavy 黑，即係有排玩嘅都應該。好，今日正式比賽開始啊 ，kick off 啦。究竟係咪我手機窄啊，定係我 game 都係咁窄啊？定係因為 loading 有嘢要 load 咧？暫時我 game 遊戲 size 都好細啊，都係得個百零 meg 啊，唔知係咪未 download 曬所有嘢啦。睇嚟我哋呢一隊人都幾勁啊！我等緊隔離呢度啦，試下三個 combo 同埋四個，即係五個 combo 有咩分？好啦，嗱，三個 combo 就可以決定可以射啦。好，梁仔交俾第二個。最後一定是交給大智慧射的。我想可能要去後一點才 feel 到它的分別。好了，那半場都未吵完，好，繼續下半場。好啦，依家對緊係收折 B 添啊，即係對面都未係用零三，哇四格啦，有冇機會五格？好似唔用奇蹟射球咧，唔入波嘅喎，啊唔係話口未完佢即刻嚟啦，都會入嘅。好啦，等佢換啦，快啲，好五格啦，可以嚟啦 ，combo start。搶了他波之後就開始了，咦，能力值勁啲喎，成多成數多啲喎，嗱，成 1.6， 好第四 combo， 1.9 啦，再成，哇，係，阿梁仔自己射埋，好啦，應該基本上係做到一兩次就做完打完啦。即係依個 game 嘅流程感覺上係好簡單啦，最主要係睇波啦，係啊。咁啊，跟住之後咧，睇下情況去撳掣，睇下會唔會搶攻先。好，開咗兩個模式出嚟。好啦，之前講咗選手強化，跟住去突分。特訓的能力 up 咧就技能卡、support 卡，即如果選手能力上升之後，就可以製多啲唔同嘅卡啦。咁所以要特訓，好特訓咁啊！特訓邊樣嘢咧？咁啊，特訓個進攻啦，要用道具喎，應該好自動特訓係啦。咁上面自動特訓就會用依啲道具啦，有雜誌、有剩、有衫。系啦，咁我跟住之后话俾你听消耗几多钱咁样。好，特训完之后咧，咁啊特训 rank 就加咗变咗二，能力就1140变咗1805啦。哇，我冇好多嘢特训。
都搞几耐喎。如果打长波嘅话，要令到佢乜嘢？好，跟住之后进化啦。嗱，咁呢个大智慧系，咦，唔系到进化啦咩？啊，系咯，选手进化要弹出去咁低 B 嘅。好啦，咁啊，选手进化啦。咁啊，你见到依家阿大智慧咧都系得一粒星嘅啫。咁啊，要上到去五星咁就需要进化嘅，咁啊进化。咁啊，要需要大智慧头像嗰啲 coin 噶，嗰啲 metal 啊。哇！一進化咗之後咧，就原本選手能105變咗做4080啦，哇！多咗好多隻卡。咁啊，跟住之後啦，佢話嗰啲 batch 啊、啲章啊，點樣樣去儲啦？空係啦，咁啊打嗰個人嘅古仔，咁就可以攞嗰啲章啦。試合好，跟住又開波啦，打翻下大智慧啊，兩個一樣頭像。好，繼續等緊。準備開始，感覺上都不算撈得太耐，都 OK 的。好，飲啖水先。哇，咁快射門咗佢。好啦，繼續交波。如果龍門有絕招的話，即是 有技能可能會接到這波。好啦，那梁仔入了一球，那我不用那麼急，儲到五combo才用啦。但儲到五combo的話就會去到下半場了。通常四combo就可以，即是每半場都可以用一次。我想三 combo 就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博到出三次。好，抢到他波没？抢到了。哎呀，没喎。好，抢到了。慢慢传上去了。好，最后大智慧射门。哇，二千多啊，咦，会不会吹亡啊？不过这个古仔是没有的，好像哇，卢比道叔叔在旁边我说，哇，得分成果啊，厉害啊，这样看来应该没有机会再出多次绝招了，应该都是2-0完了。咦，想起给他射啊，咦，挡到，哇，好彩能力够强啊。出多次先啦，哦，出唔到添，揿咗啦已经都，时间够啦，好啦，就打依啲嘅，就系嗰啲章嘅，睇先，睇下攞到几多个章先。一個即係打一場打一個，咁你升一次升咧，可能要十個，或者越高升可能要多，可能要打廿場咁樣嚇。好啦，係咪即係都已經玩曬翻出去？睇嚟應該都係啦，應該都個教學都完咗啦。好，咁啊收礼物时候啦，咁啊跟住之后做个手抽先。好，收礼物有几多呢？哇，8800个彩波啊！咁但系你用一夜用好多嘅都冇意思啦。好 ，mission 有咩攞？都系攞啲经验值。
有200几个彩波，哇，升到 level 6啦。旁边有个累计 player level 5，跟住之后又有啲嘢攞啦，哇，好多嘢攞噶，真系，咦，仲有球衣换添喎。咁啊，呢度咩啦？期间限定 mission 未有。选手呢，选手20人都有 level 10，咁又送波啊，呢啲都係 mission 都係送波嘅。Whitney 呢， Whitney 要赢咁多场试合，都好多嘢玩呀。好，咁选手呢度有啲咩呢？抽完先升啦，你依家俾我都冇用啦。係咩？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啊走去做个手抽啦啊，咁我啊唔拆 account 嘅，抽到啲咩就咩噶啦，系啊，咁讲真，你依家就算拆到天花龙凤，你之后出一啲新人就劲过你之前嗰啲人嘅，啊，咁啊希望中到大智慧同小智强啦，咁啊入去抽奖卡入边睇下咩抽先，咁就初心者应援系列咁啊一次啦吓，咁就有个 step up， 咁啊1500。第一次1500，第二次2000，第三次应该是3000，即是6000石抽三次10年，系啦。详细有啲咩嘢？系啦，1500、2000、3000，咁啊第三次3000石咧，就有一个三星嘅确定啊。咁啊，睇下佢分配先。好，咁啊，基本上就 step 1、2、3咧，咁就97%，哇，都系二星嘅，哇，咁真系好服喎。好，咁啊，睇下三星人有咩人先，有林元三啦、泰来啦、德仔啦、守中卫啦、来兴啦、龙一啦、高真吾啦、梁仔啦，咦，啲小学嗰啲都有喎，大川学、深奇、川上，咦，冇，唔系话有小志强嘅咩？我头先讲咗佢个名，咦，冇嘅喎，定系要第二度先至有得抽噶？咦，望一望先，即系依个咧就冇小志强抽，但系有大智慧，即系免头呢对啦。喂，依个先至抽小志强嘅，咁啊应该都够食嘅，我有9300、6000、3000，咦，转头都可以做一个10年抽，试下有冇机会啦。咁啊呢个系咩咧 ？Kick off 10年就有三星选手一体，确定咁顺？又望望先，睇清楚抽边啲嘢。哦，呢个系有相先至得嘅，呢个系啊有相，即系呢个货金系列啊，货金你就可以有一个必定系三星啦。咁啊，另外呢度，咦，有个免费二星喎。咁呢個另外有個免費嘅技能卡啫，或者強化素材喎，我一陣抽下依啲先。零嘅，好抽，好抽翻嚟，唔好撳錯掣，一陣用錯咗。好，免費嘅，抽埋二星選手以上。会有运呢？哦，金色都系二星嘅，摆有林元三喎，二星林元三喎 ，OK 喎，有技能卡最紧要。好，出翻去啦。好，咁啊，正式开始。咦，好啦 ，step up， 初心者应援，好，第一抽，第一次10年。哇，咁渣嘅喂！好，龙一，哎呀，有啲服喎，感觉上。
好，深奇，来兴，哦，高深，哦，达仔。继续落，哇！高真，嗱，佢有同一个人出过之后咧，佢就会有嗰个彩色 metal 嘅，几多个佢？五个。呢个彩色 metal 应该系我嚟换嘢嘅，睇下咩换先一阵间。哇！治水，哎，都系变金色啫。嗯，冇三星人，好，好，继续啦，咁啊，寄望 step three 中一个啦，有冇机会中多只啊？哦，冇咯，好，有泰来，哦，咁啊，咁快少少，咦，有彩啊，有彩，哦，心奇，都好啦，有个劲龙门。咦，有个三星龙都好喎，开心啊！好，梁仔，心奇，咦，即心奇会有两招技能啊！如果升咗佢嘅话，小志强。哎，系咁攞呢啲。好，咁啊，咦，有冇落人咧？冇噶噃，点落啊？冇得落噶，应该可能唔会嘅。OK， 咁啊，好，继续 step three 啦。好，最后一次十年啊，唔系最后一次，系呢个初心者应援嘅最后一次。啊，有一个必中三星选手啊，会唔会再多张咧？咦，好似有多张喎。梁仔、中西，喂，用个肚嚟接波啊！哈哈，喂，好多其他嘅选手，好，健威，咦，睇嚟嗰个会唔会系最后一个咧？哎，是啦，即都是得一张。有边个？哦，高真。哇，有动画看啊！攞三星有动画看啊！好啦，哎，依家暂时都是两张。好啦，咁啊，嗰个应初心者应援就应该冇咗噶啦。咁啊，好啦，咁啊，抽呢个大智慧呢个啦，希望中到佢啦，中到佢就非常开。咦，无想点解冇唔够波嘅？点解？2800几？头先唔系有9000几嘅咩？边度用多咗？咁我唔理佢住啦，咁我唯有就选手先啦，咁我设定下啦，咁就睇下先啦。诶，唔喺度，应该系 menu team 嘅编程，跟住就自动啦。自动编程，编程保存。
望啦。咁啊，另外都選手輕輕都進化一下啦。誒，頭先攞到三星嘅屋強化，好撳實佢就會係咁升啦。好，去到 level 6啦。特訓呢？特訓咦，有踢呢有成。咁啊，幫佢加點樣玩嘅咧？踢波都要啦。用得進化呢？哇！我冇90個心期喎，90個心期先至可以再將佢進化變做四星喎。咁啊 ，anyway， 出翻去先。點樣可以揾到90個心期呢？好，交換鎖嗱，佢依應該就係換嘢啦，係啦，有嗰啲 metal 啦。好多嘢換喎。算啦，唔睇啦，換嘢呢啲都係好簡單嘅啫。喂，做咩又彈出去啊？因為睇緊噶嘛。好，咁有衫買喎，依家有錢喎，咪買下衫咯。我哋特訓用嘅，平咗啊，平價特價要買啊。好啦，跟住呢啲啦，彩章係啦，深期嗰個要90個喎，90個即係要買幾多？哇！用50個先至換得10個，有排都未換到啊，有排都未進化到啊。咦？仲有 challenge metal 啊？又換啲咩啊？呢啲？咦？有好多其他特訓嗰啲嘢換喎。咁啊，仲有聯賽 metal 啊 ，league metal， 咦？又係呢啲喎，升嘢用喎。咦？另外都有技能卡喎，呢啲我嚟食。好，通常呢啲都係用錢同埋用石去買嘢噶啦 ，skip ticket 呢啲，哇！呢啲冇亂買。好 ，mission 係咪有嘢做到咗啦？交換鎖。好，咁啊，既然係進化咗，咁啊，打一關先啦。但是應該下得要全四戰，是不是真的要再打呢？不理了，繼續過下一關先。好，去林遠山的挑戰。好，收折的 B 添，再來。好哇！喺一萬戰力咯，已經去到佢哋，但我都已經四萬啦。唔驚，我有心期啊嚇，勁咗啊！我有龍門啊！好，繼續。咦，可以有角度教喎，應該咦，哇咁快入咗波嘅喂，完全唔知道佢做啲咩喎，咦仲咦打環喎，咁另外咧，咦可以用手指移嚟移去喎啲畫面，咦我中意睇打環多啲喎，哇啲娘仔咁勁嘅，出絕招啦！好，第一個避咗，即係交咗波。咦？
咦，好似唔见咗大智慧，匿埋咗。头先教咗自动，冇咗人添。好，赵丽抢咗波啦！好，守中卫，大，哇，系咁大波嘅，哇，自己射埋。哇！呢、這個電腦真係你估佢唔到啊！誒、欸，達志偉啦！誒、欸，俾人搶波嘅點解咁？哇！喺4-0，特別交換，特換交換所，哦，有啲錢換啊！哇，要用夢球嘅，即係要用石換嘅，唔換。咁呢啲用錢就買嚟買下啦。正確嘅運球。補充水分，呢啲用錢就可以換啦，你換曬先啦。好，出翻去啦。好 ，mission 有兩個 clear 咗，會唔會夠？仲爭100。咁啊，打多場啦，打多場啦！打場都好快嘅啫，再試下添。一又勁咗少少咯喎，收接 B 添。哟，俾人擋到啦，已經。超遠側射，好搶佢波，哇！依個都幾勁，哇！太後邊咗，哇！點解搞個前鋒咁弱嘅喂？我要換走佢啊！暫時都似大人蝦細路咁樣嚇，500-100咁樣。誒，咦，冇咗，即係唔可以太早撳，如果唔係咧。個 combo 又冇咗啊！頭先我已經撳咗個 combo 噶啦，啊冇咗喎，即係等得太耐。好，咁啊3-0啦，有冇機會過古仔啊？再攞多50石，我揸100石揸。
咦，呢度有五十。好，跟住之後古仔啦，古仔應該有石攞啦啩。系啦，完美。好，睇先，出去睇下攞翻曬嘢先。三千石喺時候啦。好，抽嘢。好，決定啦，奇蹟射門。會唔會抽到好嘢呢？拜託啊，得十年抽啊，就都穩穩地㗎啦。哦，唔中。二星臨年三。中西應該都冇啦，包，哎呀，邊，咦，喂，有三慘唇喎，閃，哎呀。嗱，最後一個，拜託，閃！二星太耐啫，咁冇咯，哦，抽唔到三星，冇辦法啦，咁我唯有慢慢再抽啦，好，咁我翻翻出去啦。咁好啦，咁啊之後我要慢慢再繼續儲下嘢啊，慢慢打啦。咁啊，呢一個 game 嘅今日就個介紹就到此為止啦。咁啊，希望大家喜歡啦。咁啊，呢個 game 感覺上都幾簡單，我諗最主要都係即係只不過係跟住個動畫去玩嘅啫，即係個意思即係都係跟睇故仔啊。咁啊，育成下啲角色啊。咁啊，都係咁樣玩啦嚇，希望佢有多啲其他嘅嘢可以發掘到，再同大家講啦嚇。咁呢集就到此為止啦，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啦。咁啊，我啊暫時都會繼續玩呢個 game 嘅，係啦，咁感覺上都幾有趣，係啊。不過暫時係抽唔到幾多好嘢，咁啊，但係都有個新奇龍門嚇，咁啊，另外都有個三星嘅高真啊，咁啊都 OK 嘅。咁啊，抽唔到小智強大智慧，感覺有啲可惜啦。但係我都唔會錯啦，因為你睇下玩成半個鐘先可以抽一次，好辛苦嘅真係。半個鐘抽一次，我真係唔走去刷卡。咁啊 ，anyway， 希望大家喜歡呢一條片。如果大家真係喜歡嘅，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俾個 like 我呢條片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如果可以訂閱我個 BC Game Channel 嚇，咁啊，我會再做更多唔同。嘅遊戲影片俾大家嚇，或者我有啲第二啲嘅 challenge 嚇。咁另外亦都有 Facebook page， 希望大家都可以 follow 一下。呢一集就到此為止，希望大家喜歡啊！多謝大家收睇，下一次再見，拜拜。